锵锵三人行，你们好，马家辉、马老师还有咱们徐老师，你们两位啊今天来的正好正合适，因为呢都是在美国教书几年，所以对美国情况很了解。美国遭了灾，是不是你们心里也这个非常的啊？这个两看啊，两方面看，因为我在美国读书好几年嘛，我不晓得自动的经验哈、啊。嗯。总是受到很多的委屈了哈、啊。人性啊，虽然我是好人，总有阴暗的一面嘛哈、啊。我说我没有，你也不相信。那个有时候是看到，哎，想不到是想，不是说幸灾乐祸，而是说，哎，看到美国今天这样一个说科技发达、什么经济发达的国家，突然受到这种哈，一般说只有出现在其他国家，好像第三世界的灾难哈，有新的感觉怪怪的，大家觉得说，哎，好像有点觉得，我想强调不是幸灾乐祸、啊，而是说想看看他怎么样的反应哈。那当然，另外也很担心一些朋友嘛，有些朋友住在那边，住在新奥尔良。其中有一个，我记得他那个，我觉得人的命很奇怪哈。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认识他。然后经常来往吃饭聊天哈，一个黑人啊，黑人，然后芝加哥很多黑人嘛，在芝加哥大学旁边，然后他这个收入没有很高，然后他要跟我说，哎，过两年要移民往南走，去那个新奥尔良那边去哈、嗯，后来又去了，我们还通电邮，还通电话偶尔哈，然后呢，现在他是想追求，我说为什么去呢？他说在那边可以整天听爵士乐，对，然后生活很平和哈。嗯，可是这一次呢，发生事情就像上一次911嘛，我就马上打电话去给一些朋友联络不上，嗯，不一定不在了，可是可能是他就疏散了、嗯。可是问题就是说，我觉得人呐、啊，你有时候要逃还是逃不掉。本来在芝加哥呢，可能平平安安，现在倒是不晓得，生死未卜。对，哎呦，这些现在说死的人至少是数以千计，还有一个议员估计最后可能会死上万人呢，就是两亿人失踪嘛。嗯，就是两亿人失踪，就是都亿人什么嘛，两万人吧，你是想成咱们中国了吧？啊、这个才是幸灾乐祸，这个幸灾乐祸。这个可恶，反映了我在网上看到有这么一个中国的网友的反应，哦、说才死两万呢，是两亿才爽呢。哎呀，就是、我看到有这么网友，所以这弗洛伊德的这个口误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人性的阴暗面，嗯，看来啊，这个不光是美国有，全世界这人类本身它就有阴暗面。嗯，就我觉得毋庸讳言啊，你在网上去看，有两种相当为数不少，一种呢就是幸灾乐祸，嗯，就活该。嗯，但是呢，他幸灾乐祸，他有的人呢，他有他的理，他有他的理据。嗯，你比如说。啊，让我们通过以下数字对比，他说美军在伊拉克驻军150,000，可是现在呢派过去那边新奥尔良的最多什么8000，现在可能10,000多，还向加拿大借兵，然后美国在伊拉克抢石油，这个战争毫不犹豫就批了3000亿，可是灾难发生2天了，美国政府才批了105亿，然后伊拉克战争布什赖斯这些大员多次不顾危险亲临前线鼓舞士气，可是灾难发生后他们连在当地降落都不敢，飞了一圈就返回华盛顿。还有说伊拉克战争强行攻入巴格达，每天都有爆炸和暗杀之下继续驻扎，可是这回呢灾难发生之后，因为几个疯子零星开枪，美军就被迫停止救援。哎，我今天倒是很有兴趣哈，在报纸上看到这么一张照片，你可以看看这种情况，近两年咱基本上知道是发生在伊拉克，现在这是从伊拉克回来的美国兵啊，让他们自己的国民趴下，开始出现这种景象。而且现在这个国民警卫军呢跟这个什么之间，警察之间呢就互相指责了，就国民警卫军说我们来了，我们没想到你们这警察早都崩溃了，然后这警察这边就骂这个国民警卫军说你们什么坐了40辆那个大卡车过来，来了之后我们这儿正死人呢，你们倒头就睡觉、嗯、啊，打牌的想要人打牌，对，你们打扑克、嗯、你们打牌、嗯、后来就发牢骚说我们警察不容易、嗯、有警察自杀呀、嗯、我现在美国人好像承受不了这个事情，好多警察自杀，然后那警察局长就讲说你想想我们这个警察啊，街上连个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有，鞋子都湿透了，主要是警车里边也没有汽油，这话我们怎么去执勤？而且警察也有老有小，好多警察实际救他自己家里人去了。
是，这次哈，这次因为很多人把这次事情跟九一一的灾难来对比，嗯，我觉得有一样也有不一样。一样的就是说你刚说的种种的他们里面的摩擦冲突哈，因为有一句话说，恐怖主义最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他总是把对手最阴暗的那一面、最不堪的那一面来挑出来。比方说九幺幺，我们看到哈，恐怖主义嘛，对不对？结果美国怎么反应呢？美国里面会压迫很多的那个非白人， 对不对？他把所有人权、新移民，对，新移民白人，把所有的人权啊，把非白人的人权什么那个保障全部不管了哈。然后在伊拉克那边也是嘛，狂轰滥炸哈、啊、等等，他这是恐怖主义把最阴暗的对手、最阴暗的东西来挖出来。这次从这点来说呢，这个、飓风呢是一样的。他把美国我们一般想说的，哎，很文明、很有气序、很有礼貌，他内部有些应该按照一般的程序来做事啊。可是呢，他就把他最阴暗的一面出来了。比方说，美国警察自杀的自杀，辞职不干的辞职不干，好像在新奥尔良有200个警察说不干了，受不了，完全不干。警察跑掉，不是被暴徒都打跑了嘛？说往那个市政中心还是体育馆派80名警察，说那地方又强奸呢，又杀人呢，赶快去吧。结果这80名警察在大门口，一帮暴徒跟着把着噼里啪啦打得落荒而逃啊！那根本那个应付不了。那这是相同的一面哈，不同的是说。那个911啊，有敌人嘛，很清楚有敌人，什么恐怖分子，所以是敌人在哪里呢？卡特琳娜，他跑了，是卡特琳娜，消失，消失无影，是个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徐老师考虑，我不知道，他们每次给他起个名字嘛，我也是这么起个名字。不过我看到那些暴徒啊，什么还有包括那社会秩序乱了、啊，我就想起我经历过的这个经验。我觉得新闻报道常常是抓住一两点的，比方说某人被击奸啦、啊、某人强奸啦、啊、某人怎么样。可是我见过的暴徒哈、啊，我亲眼见过暴徒，就是，你知道洛杉矶有一年不是有黑人被警察打，对，打了以后那个警察宣判无罪的那一天，洛杉矶就暴动了嘛，骚动。那天我还开车从10号公路经过，哦，你在啊？哎，我从10号公路只见周围烽烟四起啊，就像拍电影一样，就到处一个烟呐、啊，到处一个响声啊，什么什么。然后中间呢，后来我在一个地方就停下来了，停车停下来。停下来以后，看到我自己看到亲眼看到这么一个画面，嗯，就是一个很高大的就是大概墨西哥人吧，嗯，很高大的墨西哥人从一个硝烟当中走出来，推了一辆车，嗯，车是什么呢？是超级市场的购物车，嗯，车上装了什么？一车尿布，嗯，就是一个大汉推了一车的尿布从硝烟当中这么跑出来走，结果哈。这个场面给我印象太深了，结果第二天呢，我看报纸吧，看到一幅类似的照片。这个就是这个照片上不是这个人，是一个黑人，他是正面拍的，这个记者不知道怎么拍的。他后面也是熊熊大火，他也是推着一个车，最相似的就是他一车上也是尿布。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想一个大汉暴乱了。趁这个时候去抢东西了，抢什么？抢一车尿布，你说多可怜呢、啊？这次也是啊，这次纷纷的把这就是新奥尔良几乎所有的商店无一幸免。咱们以为光抢什么珠宝什么的，不是超市，而且都拿那个漂浮在洪水上那个垃圾桶当运输工具，牛扒，什么鸡翅。尿布往里边放，然后一推，然后这警察去抓呀。你知道这几天新奥尔良这帮哄抢的还带暗号的，有个小男孩就喊叫861，这英文叫 A61 是吧 ？A61 里边抢的人哗就全跑了，警察来了，专门都有报信的呀。你说你一方面当然了，这个暴徒。不法之徒当然是不好，但你想想多可怜呐、啊！没有，因为假如你说了用"可怜"这两个字，我觉得用对了，因为用"可怜"这两个字啊，表示这些人其实不一定是暴徒嘛。对，像这种情况，暴徒有两类哈，一类是说去抢尿布，他为什么抢尿布了吗？不可能要来吃嘛，不可能。他是个好爸爸，对他需要，因为根本非常好的住家的人，没有援助啊，比方说淹水了，然后物资供应也完全短缺，他要生存嘛。所以有些地方哈、啊，据媒体说，警察也不管，
你们进去吧，进去吧，你知道你要生存下来嘛。那另外一些什么强暴，趁这个时候哈、去强暴啊，去真的杀人啊，去把那个我一直讨厌你的趁机去你家门前放两枪哈、这个接种就真的是暴徒、暴徒。就现在街上啊，就是不时的有枪战的，所以为什么他那警察好多人也就辞职不干了、他说你这每天碰见好几起枪战，你说那个洛杉矶那个我也看到过新闻片段，我看到的是韩国人，韩国人太猛，韩国那个商店的店主啊，美国人都有枪的嘛，对，就在街上叭叭叭就打起来了，就他们说新奥尔良这几天就陷入战争状态。不是，那个洛杉矶那个时候第六街那一带呢是韩国烫，在过去的downtown这边呢就有一个旧的中国城，中国人呢碰到这种时候全跑掉了，店门一关，门口一贴啊，或者铁门一关，你爱怎么抢就怎么抢吧，人全跑掉。韩国人怎么通宵达旦趴在屋顶上，对，拿一机关枪，对，手他一杂货铺保卫尿布，韩国人不练那个，我这个韩国人，而且韩国人还冲锋呢，他打上瘾了，忘了自己当时的目的。我见过嘛，躲在一堆沙包后边就打那些来抢的那些好像黑人啊什么的，保卫尿布，打过瘾了，还有一个韩国人叫声冲啊，打起来。然后机关枪旁边是放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子弹，一个是泡菜。对，然后有一个报纸登出来还 focus 大特写了，所以一个是泡菜，说那个韩国人的那个多么忠于他们传统、对对对。可是话说回来啊，就我们说的阴暗面也有光明面了，比方说新奥尔良哈，它有个很好的博物馆，里面有4万个很好的藏品哈，然后它的馆长跟着十多个员工这不走，就一直以来守着这个藏品，要保护那些藏品、因为里面包括他收了很大量的摄影作品，大量的画啊，他要保护着他。他说不管这个世界怎么乱怎么变动，这些艺术是属于以前的美国人，也属于未来的美国人的，所以他们要守着啊。就是像对，这是泰坦尼克的船长一样。对，灾难面前我看什么东西都没价值了。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场面我就想起啊，要不说老有一种现象说就是想什么来什么，这人老想什么就来什么。你看这个美国的电影里啊，整天都是这种灾难片段。对，它这灾难是一种什么特点啊，就叫妻离子散。对对对，背井离乡。对，这家伙绵延达几十公里上百公里的这个无论难民就往前走，所以他们的观察家都说嘛，说这是美国嘛，这不是非洲嘛，现在就是这样绵延好几公里成千上万的这些灾民呢、就这么大逃难呢、然后你看见有的人，哎呦，咱们就体会不到这种家园尽毁的感觉。你明明昨天还是自己的房子，我看一对夫妻俩抱在一块看傻了，这一地瓦砾啊。所以我就想起啊，这美国电影里他拍的这种场面啊，他都一个个真的就出现了。你看，我让我们导演给咱们找一段，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深圳的家里啊，昨天我这个眺望香港大海的方向，我一想，咱这不就住在海边吧？过去啊，老觉得住在水泥的楼房里啊，你有一种特别踏实的稳定的感觉，以为好像是这个灾难啊不会来临。我不知道徐老师有没有碰到过，你像我爸我妈这一辈儿，他们碰到过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蝗灾、蝗虫啊，
铺天盖日的，然后就会是叫背井离乡，要舍弃家园。其实我一想，我活这么大没碰见过，但是我现在真的有一种感觉，就越来越频繁的，我觉得这个灾难的脚步啊好像近了。我现在真的觉得我也有可能赶上，这玩意儿太难说了，像一个大洪水、海啸、这么悲观啊，飓风，你就毁了一个城市，你再结实的家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到时候咱们就跟那个人人平等了，都是逃难的，轰轰拥塞于途。我现在我昨天就想，我会不会有可能赶上这么一天。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赚点钱，然后搬到最高的，为什么赚钱最高的 penthouse， 那是淹水也没事嘛，哪里下面下面一倒那个楼就倒下来。深圳不是有好几十层哈，在香港是都往上冲了，住的越高越好。其实美国呢，仔细想想，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失窃过家园，几乎所有的国家你去看看，它都有过这种画面里的情况，德国、法国、俄国、没错，中国、日本，所有都有过真的失窃家园的情况，就是美国是没有过的。所以他们集体记忆里啊害怕，你知道人有一种心理，就是说你有没有见过一对无端端生活得很好的人，他家里生活当中没有不幸，可是他半夜做梦会害怕某种不幸，会不会我生出孩子畸形啊，会不会，你明白，就是说你人心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人人都有这样的灾难而我没有过，说不定我哪天就潜藏。我觉得美国人不厌其烦地拍这种大灾难片，他背后一定有美国观众的某一种潜在的心理需要，而这种需要就是说一种害怕，而这害怕呢，你讲过再讲远一点，美国人也都是世界各国移民来的，也都是失窃了家园以后到美国的。美国每个城市都有越南城，对，韩国城、中国城，以前有爱尔兰、有意大利、有犹太，全都是失窃家园逃到这里来的。而且这回在网上还有一种，我就说这个惯性思维啊，很多的人就是报应，当然这想法确实是有点好像不厚道，人美国遭灾了嘛，但是呢以色列有一位这个传教，一位教士，这位教士就说被认为是以色列啊少数几个能够说明大家也信他自然灾害和人事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人，他就说这是对美国呀、这个的报复，上帝对美国的惩罚。为什么呢？说你瞧，美国刚刚逼着以色列退出加沙，让我们以色列这个大迁移，这个背井离乡，所以你看第二天马上他得遭到同样的报应，所以他是犹太人上帝的子民嘛，这位教师就这么他这个是违心了，他这个是没有道理了。但是另外从科学上可以证明的报应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我看南方说的文章是很有道理，他说路易斯安那州的3000多个国民兵被调到伊拉克去了，所以在灾难来的第一时间，他的国民兵的数量减少了1/3，这是很现实的原因。第二，这个风暴开始预计的时候是不大的，是到了墨西哥湾以后碰到高温而迅速膨胀的，而这个高温呢是跟地球暖化有关系的，那跟布什拒绝签京都条约从科学上来讲也还是有联系的，所以这个是现世报。对，有这个其实这收回这个电影的桥段啊，假如看美国拍的灾难片啊，通常都是有这样一段的，基本上就是说一定是有一个科学家先去找一个美国的高官啊，先跟他讲会大概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灾难，我们应该是要做什么事，比方说必要要多做环保，或者说多做那个预防，然后高官不听，对，高官不听，结果报应就来了，而且他只顾那些大老板的利益，不听那个白宫的 politics、这就是这样啊，这是这样。这个有些部分是啊，比方说那个因为他拒绝签那个，长远来说可能是京都协议哈、可是、对，可是这个不一定会那么快就产生在这个风暴上面，但国民兵这个是非常非常国民兵，对了，因为他每个州有不同的比例嘛，比方说南方甚至曾经呢有2/3的那个国民警卫兵被调走，后来是那个再把它减到一半，可是还是没有办法临时调回来。对，你说这个国家真是太搞怪了哈、是世界第一强国，大兵都住在人家别人的国家，自己国家遭了灾还要到加拿大去借兵来救援，甚至啊这个市长都呼吁
说这些市民们，你们不要打了，把你们枪都交上来，因为我们警察缺枪了，市民借枪。就这么一个国家，咱们去一下广告，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们刚才说小布什，这回小布什呢又给骂得不轻啊，所以我就老在想，他这人每次在碰到重大灾难的时候反应比较迟钝，看来这反应从来就没好过，对吧？所以我倒想起啊，就是那段著名的华氏911，咱们不妨啊再回顾一下，我觉得挺逗的，这个时候再看，就是说当时他刚刚听到消息的时候，哎，恰巧被拍下来了，咱就看看他这位总统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是个什么反应，哎，可以比较一下，这回咱们可以看一下。When the second plane hit the tower, his chief of staff entered the classroom and told Mr. Bush, "The nation is under attack." Not knowing what to do, with no one telling him what to do.And no Secret Service rushing in to take him to safety. Mr. Bush just sat there and continued to read My Pet Goat with the children. Nearly 7 minutes passed with nobody doing anything.As Bush sat in that Florida classroom, was he wondering if maybe he should have shown up to work more often? Should he have held at least one meeting since taking office to discuss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with his head of counterterrorism? 这次他也是发表了一回演讲，家辉你知道吗？我说其中有一句话是最夸张的了，啊，因为这次那个淹水淹的厉害，因为其中有一道堤防啊崩溃了，他就说直接说，谁知道呢？谁不知道这堤防会崩溃了？这样子完全堤防只能挡三级，结果出现四级。对，但问题是他在这个期间还被人拍到了一张弹吉他的照片。对对对对，这牛顿。对，所以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上万人啊。